我刚刚怎么说的？我说直接卡院长，你带我干什么？听不懂吗？听不懂吗？我说直接接院长，你们听不懂吗？你现在带着我是怎么样？什么意思啊？我讲得很不清楚吗？啊，听不清楚？那我讲得不清楚吗？啊，要是你问题那么多，啊，你也好好讲嘛。就是凶你怎样？嗯，会怕会怕会知会怕就好，闭嘴。好，来，请看。